未来练习少林小跑拳以及幺八少林小跑拳制作成影碟，全世界公开的发行。我也是谨慎的考虑了又考虑，又征得武林界少林有权威的人士经他们认可同意，最后决定还是把这个少林小跑拳给挖掘整理出来奉献给大家。因为现在是太平时代，我们练习武术不是为了看家护院，不是为了上战场打敌，现在的少林功夫是用来锻炼身体，抱着自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工作生活中的本钱。鉴于这种情况，我想现在我把少林小跑拳奉献出来，奉献给社会。我想我们少林寺的历代高僧大德和先贤对我也不会怪罪的。我想现在的观众也许对我现在把少林小跑拳给宣布出来也会表示赞同的。那么下面我先给大家完整的演练一遍。我们进行少林小跑拳的讲解示范教学。少林小跑拳是少林寺最具著名的代表拳种之一，它有小跑拳、大跑拳和跑锤以及跑锤老家之说。相传少林寺有看家绝技，名字叫做新一把。这个新一把动作招式艰难，听武林界的人士讲，少林新一把就隐藏在少林小跑拳、大跑拳以及跑锤和跑锤老家中间。其哪一招哪一事是少林新一把，我们外界人很难说清楚，因为这是一个少林寺的泰山绝技，所以不经过少林寺高僧长老许可，他是不会给你说出来少林新一把具体藏在哪一个套路里面，具体哪一招哪一事为少林新一把。所以由此可以想象，少林小跑拳以及大跑拳和跑锤对于我们练习少林武术的爱好者来讲是多么的重要。少林小跑拳动作渐渐明了，节奏分明。
为了方便学习，我们把少林小跑拳这个套路分为三段进行讲解和演练。下面我先把少林小跑拳第一段给大家完整的演练一遍。下面我给大家演练第一式起势。起势对于练习少林拳调整呼吸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因为如果你不能很好的调整好自己的呼吸，将会在以后的练习拳术当中出现不必要的差错。现在开始第一式合掌开始，又一开始的放松之后放拳于自己的腰间，紧接着双手由腰间缓缓地向两拆平举，这个时候心中一念想象，两手如同托起一个气球一样缓缓地举于自己的头顶前上方，举轮汇合，再接着缓缓地落在自己的胸前，合掌当胸。请大家不要误会，这是一个佛教徒的理解。其次，这一个招式对于我们各种教派都是比较适合的，这即是我们社会上的合掌礼节，又是一个锻炼身体最好的表现形式。这个比起现在我们社会上的握手以及西方社会的接吻动作，既干净又文明的多。下面我把起势，也就是开始动作，和大家一块完整的演练一遍。紧接着下面一个动作预备式，由现在的开始动作变为左脚向左方跨动一脚宽的距离和肩膀宽，这时候双手又合掌当胸，变为抱拳握于腰间，抱拳于腰间只是一个过渡动作。紧接着双掌同时上提，双脚脚后跟同时向上提起，提起也就是吸气，提到自己胸口处，胸口一下就向下按，向下按，按到底，脚后跟落地，双手再重新抱回腰间，目平视前方。下面我把预备式这个动作和大家一块完整地演练一遍。
下面我们进行下一式请用先招的讲解和演练。请用先招，用现在的预备式变位，先抬右脚在原地蹬脚，接着左脚跳步向左方移动，变为左虚步，左右手同时在身体前交叉五花手，右手在外，左手在内，成为五爪状态。现在我和大家一块完整的把轻柔先招这个动作演练一遍。下一式双重抱，现在把这个动作给大家讲解演练一遍。就现在的左虚步变位，左步抬起，在原地半步垫步，右腿向前跨半步，和左脚并起横脚，同时左右手在身前伸出，接着从腰间冲出去，与肩膀同宽，目平视前方。下面我把双重抱这个动作和大家一块完整的演练一遍。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三步插花手，用现在的并步双冲拳变位，左脚向前跨一步，右步抬起来吸气，在空中完成了一个定型动作。这时左右手同时收回胸前，再接着右步向前落，变成右弓步，同时双掌由胸前向前方推出，目平视前方。现在我把这一个动作和大家一块完整的演练一遍。下面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转身冲天炮的动作演练和讲解。用现在的右弓步插花手变位，转身向左，左脚抬步之后再落步，左手由右方向左前方推摸之后抱于腰间，同时右手从腰间发出冲天炮。下面我把转身冲天炮这个动作大家一块完整的演练一遍。下面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老虎大张口的讲解和演练。用现在的冲天炮变位，右步向后到半步，左脚在原地垫步，接着右手由左方绕一圈，左手也同时轮臂
绕一圈，右手放在自己头顶前上方，右手放在自己的左膝盖上，两个拳也相照，称为左虚部。下面我把老虎大张口这个动作大家一块完整的演练一遍。下面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踩脚双龙帽的演练和讲解。由现在的老虎大张口变为向前跨一步，踩脚，踩脚落地，同时向前跳跨一步，双手分掌于两侧，从腰间发出，向前平冲，目平视前方。现在我把踩脚双龙帽这个动作和大家一块完整的演练一遍。下面我把少林小炮拳第一段和大家一块完整的演练一遍。下面我们进行少林小炮拳第二段讲解和演练。现在我先把第二段给大家完整的演练一遍。下面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动作演练和讲解。由现在的并步双冲拳变为左脚向前跨垫一步，紧接着右脚抬起来，同时双手兜回胸前，再接着向前击打出去。这时候目平视右前方，右手在外，右手在内，呈十字交叉状态。下面我和大家一块把十字插花手完整的演练一遍。下一招叫转身冲锤，由现在的右弓步四指插花手变为身向左转，跳步旋转，左手由左前方把手，右手收回腰间，接着冲拳。现在我把转身跳步冲锤这个动作和大家一块完整的演练一遍。
下面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的演练和讲解。由现在的左弓步右冲锤变为向右转身，腹部切掌。这时候双手在身前五花转动，跳步右手切在自己的左脚内踝，左手放在自己的右腋下，用平视左前方。现在我把转身瀑布砍掌在这一块完整的演练一遍。下面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的演练和讲解。由现在的左弓步右砍掌变为起身，左脚在原地垫步，左手胸右腋下抛出，向左前方捧架，右手收回腰间，接着再从腰间发出，向前猛然出击。现在我把弓步架打这个动作大家一块完整的演练一遍。下一个动作弓步穿裆，由现在的左弓步架打变为右脚向前跨一步成右弓步，右手收回腰间，再从左手里面发出去，现在我把上步穿裆的动作和大家一块完整的演练一遍。还有一个动作马步砍掌，由现在的右弓步砍掌变为伸向左扭成为正前方，左手右右腋下用手推出抱于腰间，右手砍掌，左脚原地不动，右脚稍微在原地垫步，右掌向前下方看，下面我把马步砍掌这个动作和大家一块完整的演练一遍。下面我把少林小跑拳第二段和大家一块完整的演练一遍。下面我们进行第三段的分解和演练。下面我先把第三段给大家完整的演练一遍。下面我们进行第三段分解动作的讲解和演练。
现在我想给大家讲解和演练第一运筹，左右运筹。由现在的马步切掌变为左手向前和右手交叉，左手在上，右手在下，向左膝盖处运动，再接着动作不停，左步向右步撤回，呈左顶部，同时右手和左手放在自己的左膝盖处，目平视左前方。下面我把左右运筹这个动作和大家完整的演练一遍。下一个动作，提膝两掌，由现在的顶部运筹变为屈身，左脚向上提起，同时右手由左手内侧传出，右手在上，左手在下，头平视左前方。下面我们进行提膝两掌的动作完整演练。下面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的演练和讲解，由现在的动作变为左脚落地正脚，同时双手变拳向下打为轰地炮，目平视左前方，臀部上身挺直。现在我把这个动作和大家一块完整的演练一遍。下面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拳击独立的演练和讲解，由现在的双红底炮变为屈身，左脚抬起，右手和左手在自己的胸前交叉，右手向上冲击，护于自己的头顶前上方，左手扎在自己的左膝盖上，目平视左前方。现在我把紧急独立这个动作和大家一块完整的演练一遍。下面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的演练和讲解，由现在的紧急独立式变为左脚落地，同时双手由胸前下按轮臂一周，举过头顶之后放在自己的双腿前外侧，目平视前方。现在我把手势这个动作和大家一块完整的演练一遍。现在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也就是本套路的最后一个动作，一起还原的动作演练，由现在的顶部站立姿势变为双手抱于腰间，分开两手向两侧托起，缓缓举于自己的头顶前上方，最后缓缓地放下来于胸前，目平视前方。下面我们把
一起还原这个动作，和大家一块完整的演练一遍。那我把少林小跑拳第三段和大家一块完整的演练一遍。灵魂火，千年的故事。
Yes, sir.
斗气，也是一个千秋功业。在你们把它整理出来，真是功德无量。最后祝你们办得成功，一切顺利。少林功夫有千余年的历史，又有健身的价值，需要挖掘、整理和发展起来。传统的武术有灭绝这个危险，需要传播、发扬和光大，保留传统武术。